好，主播各位观众，我们目前在的地方就在台东金峰乡嘉兰村这里，可以看到呢这边的河堤，可以目前呢是有三台的这个怪手是在加紧时间来做这个防堵的作业，因为随着这个强台三土耳呢它是越来越逼近，其实外围环流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为这个台东的南回带来还蛮大的雨势了，而且呢这个金峰乡嘉兰村这里的河堤因为有受损的关系，所以目前呢也是加紧时间紧急的来调这个消波块要投入防堵，就怕这个雨势太大呢这个水河水呢会满出来。那目前呢可以看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其实呢现场有大概有三台的这个怪手呢都是加紧时间来抢作业的，因为呢这个强台山陀尔呢它其实今天早上2点半的时候变强台，但是因为它移动速度还蛮慢的，但就怕越晚呢这个风雨会对这个台东造成这个比较惊人的雨势还有风势，所以呢现在目前都是在抢时间赶紧的来作业。那么其实刚刚一路上过来，我们这边台东的雨势跟风势呢都是间歇性的，路上呢其实有一些路树也是有倒的状况，也是赶快来赶紧的来排除。那么目前呢就是来自台东的最新消息，新当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